于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，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.2级地震，生命至上，安全同行，一切以自身安全为上。以下为各品牌手机地震预警设置：华为设置安全应急预警通知、地震预警；小米手机管家、家人关怀、地震预警；荣耀设置安全应急预警通知、地震预警；OPPO 设置安全 SOS 紧急联络、自然灾害警报、地震警报；vivo 天气 APP 设置地震预警，启用地震预警服务；苹果、三星以及其他手机搜索地震预警关键词，自行下载相关 APP。